友大家好，我是多伦多的地产经纪八戒 Peter。 今天呢，我带大家来看一个二手的 condo。 目前呢，这 condo 基本上都上到八九百块钱一尺。今天呢，我来大家看一个呢二手的 condo， 二手的 condo 九百尺以上，大概一个不到40万块钱。今天来带大家看一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。